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冒险家。Hello， 好，这次我的皮肤是伊卡洛斯，长着翅膀的冒险家会比较厉害吗？哎，应该是不会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找宝箱，然后等着找宝藏。对，都是宝。哎呦，小丑是过来了。好，不是那个可爱的小丑，那个可爱的小丑呢，好像出场率呢蛮高的。对，好像遇到小丑基本上都会选那个皮肤居多，因为觉得很可爱吧，毕竟是超级有违和感的，好不好？超可爱的。好 ，OK， 走掉了。那现在来继续开宝箱好了，距离拉远了。好，我方阵容介绍：祭司、囚徒、冒险家、医生、小女孩、调香师、野人、周师。好，来开一开，开一开一个好东西，是什么好东西呢？香水。哎，还真的嘞，好香水。好，我看一下这边，离监管有点近哎。这个冒险家挖宝藏，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个缺点在，就是只能挖他指示的这一段，挖完才能挖下一段。如果他一次能把所有的宝藏的位置都给显现出来的话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可以挑你想挖的挖就好了，就不用你知道吗？靠近监管那里就一定要挖，没办法，一定要把它挖完，才把它换另外一个。哎，好吧，这个位置呢不算是危险啊，但是看起来没有多安全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。努力拼命的在找宝藏，然后破译机还有七台，完全没破译到任何一台，刚开始而已嘛。好，调香师跟囚徒都被针对。好，一个是小丑，另一个是蜘蛛吗？我刚刚记得好像是蜘蛛吧，刚看到蜘蛛的轮廓。好，来找破译机，先破译掉。这个就不要留了，我是觉得真的不要留，你就觉得可以破译掉的话，哎，破译掉了。不要留，原因是因为怕到时候你被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。你的宝藏就浪费掉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净身出户，不能有任何的遗产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就觉得有点亏。好像这个的话，但是你要保证能够破译到这一台为止，把宝藏图用掉会比较好，要不然留个遗产机，别人没有解掉一样意思，一样是浪费。好，那我确定留到35趴，我应该就把它全部用掉了。OK， 现在还有70趴左右，祭司跟囚徒。两个人在努力的六轨当中，加油！破译掉两台了，我相信应该可以很快破译掉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43、42、39、37、36，可以用掉了。好，用掉。哎，我还留一趴是，应该是36就可以用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补个道具，加速记好了，找宝藏快一点。好，看看第二个在哪里，在这里。好，这个位置可以哦，这个位置好像蛮安全。顺便破译机也在附近而已，所以应该是能顺。哎呦，这什么阵法？哎，全部板子都拉下来，然后无处可进，只能过板。厉害了，刚好在这个位置哎，四周都是蜘蛛丝的位置哎，太神了吧！好，这个。我们的野人过来了，他现在是要帮忙把丝弄掉吗？好，监管越靠近了，会不会是蜘蛛发现了？好，他在破译，好，继续来破译。哎，这边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哦，这是玄清卫太风。好，破译机剩最后两台，我们的宝藏可能用不完了吧？这个速度挺快的、欸。哦，囚徒到现在才被抓而已。哇，他们不用玩了啦，真的，他们不用玩了。这个按照我们这种速度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陷入一场苦战，甚至还没到苦战之前就已经破译掉了。好，我就把它用掉了，剩下最后的几趴而已，30%左右。哦，资源破译，太帅了！这速度真的太快了，宝藏甚至来不及挖完。好，祭司在这里受伤，先摸。囚徒救掉可以压一下，好，可以了。哎，祭司不等人救掉是不是？好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子吧。好，这局输的可能性好像蛮低的。
趁机来买个枪好了，可以稍微牵制一下。好，树就不用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当小人国的村长了，我现在就是拿枪就对了。好，这些马还一定要，我也不用。我们先走走走走去这里，囚徒现在要搏命倒地，在上面我可以开枪哦，应该会从洞下来吧？抓到之后从洞下来，是不是？好，下来不下啦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赶快走。好，挨了一下，我可以再挨一下。垫的好，拉开距离，垫的好，有效拉开距离。先翻先翻，你先翻，我随后也不会到。好，不错，可以哦。好，进那个洞，进那个洞，我还是要 cover 吗？完了，他倒了。那我跟着进去好了，我倒在这里。啊！我倒这里，一起倒吧。哎，但是怎么没看到囚徒？他倒在哪里啊？他直接爬下去了吗？好，倒两个，就看队友会不会过来救。哎，其实队友不过来救也可以自救。哎，有，囚徒被救了。好，蜘蛛来得及吗？心跳声到现在是没有。好，救了，心跳声来了，糟糕。哦，有人摸我，有人摸我。耶、yeah!！复活，好，目前没有任何人飞，囚徒到最后还是走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说我先走了，应该是到大门口或者是到地窖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离开这一区了。那就等着监管看要不要投降啊，是不是？这么明显的失败的一局，基本上应该不太可能逆转回来了吧？再加上一刀斩也没有了。好，接了门，这局算轻松欸，除了刚扛了囚徒那两下比较刺激点之外，其他都还蛮 OK 的，没什么太大的波浪起伏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小丑过去了，那这边开了吗？这边好像没开。好，地窖跟那边的门开了，走掉四个了，目前是平局。那随随便便再走一个就赢了，是不是？随随便便，这边是地窖。哎，大家可以走了。哦，小丑来了，我从这里走好了。这里有做蜘蛛丝吗？帮我做个终点线嘛，我要冲进去。终点线，终点线，哎，有做哎，冲过终点线。好，最后一个达阵了。好啦，快乐的结束啦，下集见，拜拜。